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，想必大家不少人都知道第十一代雅阁在2022洛杉矶车展上发布了吧。那据我了解，第十一代雅阁还将在明年国产上市。雅阁这款车可以说是历史比较悠久了，从1976年第一代雅阁问世开始，至今已经46年，一共发展了11代车型。那46年间，雅阁在全球市场累计销量突破了2200万辆，并且到了今天依然在中型车市场大杀特杀。那这款车的生命力可以说是非常强大。回到第十一代雅阁，我看不少人呢对第十一代雅阁的外观在议论纷纷，像什么大号型格，还有不如时代之类的。那在我看来，其实第十一代雅阁的改动算是比较小的了，轮廓上还是传承了十代雅阁，而且呢整体没有像十代跟九代车型对比那样啊，就是有一个大刀阔斧的改动。当初十代雅阁上市呢，也有人喷是大号思域呢。当然了，那审美这东西呢就因人而异了，我个人觉得第十一代雅阁呢长得还不赖。另外在尺寸方面，现款雅阁长4906毫米，宽1862毫米，高1449毫米，轴距为2830毫米。第十一代雅阁和第十代雅阁的其他方面的尺寸基本保持一致，唯独车长增加了65毫米，看起来会更加修长一点。那第十一代雅阁的内饰风格呢，开过型格和第十一代思域的朋友应该不陌生了。不过雅阁的中控屏尺寸更大，是12.3英寸的，思域和型格是9英寸的。那动力系统的话，第十一代雅阁提供 1.5T 燃油和第四代 iAMD 混动两种动力版本。本田的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之前已经发布，那虽然仍然是由 2.0 升阿特金森循环自然吸气发动机加双电机 ECVT 组成，但是 2.0 升发动机由气管喷射改为缸内直喷，并且配合350瓦高压喷射、最多4段喷射等技术，让喷射在缸内的燃油更精准，雾化效果更好，燃烧也更充分。所以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的 2.0 升发动机热效率也提升至 41%。 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还升级了智能动力控制单元 PCU 和全新智能动力单元 IPU， 并且 IPU 更集成化小型化，还有电池组的能量密度也显著提升。那总体来说的话，就是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在性能和油耗方面的表现都有提升，新一代的混动系统也率先应用在了思域和型格身上。哎，等等，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为啥会先给思域和型格用，而不是先给大哥雅阁呢？那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，现在的混动领域已经不再是两田之争了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HEV、 PHEV 还有增程式混动等多种混动路线的竞争，并且不少自主品牌也相继推出了自家的混动系统，所以时代已经变了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不少十几万的车型都应用了油电混合动力或者插混系统。本田在 A 级车这个细分领域的混动产品只有凌派、锐混动系列，在当前这样的大环境下显得有些势单力薄。那有了搭载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的思域和型格的加入，那么在这个细分市场，本田的混动产品阵容会更加强大，同时呢也能在销量上再度发力。其实纵观今年日系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销量，整体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。其中本田的混动车型在2022年1到10月累计销量约为 16.86 万台，而去年同期的累计销量是 19.08 万台，同比下降了 11.6%。 那这对于本田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不过搭载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的思域和型格即将上市，有可能会让销量有些起色。那如果说这哥俩是及时雨的话，那么明年国产上市的搭载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的第十一代雅阁就是及时雨再加一了。这三款车型齐上阵，或许能改变本田混动车型销量下滑的趋势，并且随着本田将第四代 iAMD 混动系统逐步装备到其他车型上，或许本田可以稳住它混动车型销量的大盘，并且再度发力冲击销量。好了，接下来压力给到隔壁的凯美瑞。